徐主任，啊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出啥大事啊？有我那怕啥？就是你出事了，我出啥事啊？来，你自己看啊。美女陪伴，你是傻子？段长江，你是不是？你成心的吧？你是不是故意？段长江。 来，哎，打我！段长江，你别吵人呐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这是啊？段长江了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到这儿找他什么？那他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哎？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赶紧把那视频删了。要打你打，懒得理他。我有他电话号码。我也没有。 美丽姐啊，我现在不跟你开玩笑啊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。他多少号？打。啥子事嘛？这小布接我电话，你给他打，他肯定能接。我懒得理他。美丽姐呀，那天你也在场。 我是他们说的那样吗？我是村霸吗？这段长江他是诚心要回我，你赶紧给他打电话，你让他把视频删了。哎呀，我不是不帮你，我躲都来不及呢，我不想跟他有瓜葛。哎呀，美丽姐呀，我平时对你不薄吧？你看看这外面都乱成什么样了，他段长江要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，我以后怎么出门，怎么见人，怎么工作呀？哎呀，烦人！